This is 1 millimeter. 先去装个 SOHO。Hello, everybody. This is 1 millimeter. 机场都是从南往北起。国际惯例，先去装个 SOHO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下方就是北京 capital 那几个高建筑高层建筑就是了。看一下下面，这是首都机场，那高层建筑，哦，那个尖尖月亮好亮，你要飞好久吧？哎，这样从这儿顺义的话，是不是能路过望京啊？路过。哎，圈圈能路过你们家哎。看看是不是能看见别的飞机，你看旁边有别的飞机啊，你看能看到别的飞机，看旁边这都有飞机，你的航线是对的，正前方就是望京，是吗？看到 SOHO 就到你家了，哦，怪不得你要去飞一下 SOHO 嘞。你看那个悄悄说 SOHO， 看到 SOHO 就到他们家了，能看到吗？我反正对地图不太熟，不知道能不能飞到那儿。看不到你们家，下回去你家，下回直接撞你们家那个小院儿，停你们家小院里。直奔 CBD 吧。有风，我看见满天的星星了，真好看。今天天气真好，今天空气不错。
知道是哪个，是不是机场高速？后圈也是两栋楼。北边那个楼没有，这个可能是默认已经烧掉了。嗯，过了吧，可能是过了。我们现在直奔大裤衩那边，那个目标比较明显。大裤衩北边那个楼没什么变。嗯，默认烧掉了。现在我们直奔 Media Grove。不稳呀，风力太大了，小飞机飞得摇摇晃晃的。所以我觉得你钻还是有点费劲，旁边飞过去吧。风大，有可能是四环。CBD 那儿就是三环了，中间没看见四环的路。嗯，挺近的感觉。朝阳公园这个底下，绿绿的是吧？啊，有水面了。中环不是四环吗？嗯，刚才就是四环。嗯。不是五环，是四环。你看远处有个小红点点。有飞机。嗯。你真要从中间再钻过去啊？别了，你就从旁边绕一下吧。你看他只能看见国贸三期大裤衩。不行，你要不去。你现在还没有练的那么那个什么。再说了，他现在风还比较哇，唯一差点扫到。你别撞到别的上面了。小心呀。哎呀脚太好。哇塞，小心小心。哦。起。哇塞。哦，好紧张好紧张。哎，出去吧。哎。回头看看，好像没几栋建筑啊，有那个建筑，小心小心。
那个掉头了。说啥呢？不知道。哎哎哎，快快快！往高飞呀！不是，你这机尾差点扫了这个楼。那栋楼，小心哦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了，出去吧，别在这儿转了。哎呀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走吧，走吧，你别在这儿转了，太吓人了。行啊，你又转回来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边是进城方向，刚才是东北方向，问机场方向。这边是问西，对，这是西长安街的方向。来来来，别转了，别转了。这会儿风比较稳。刚才有风，左边，左边。底下这才是长安街。嗯，那是三环吧，左边那个。哎，不是，那是铁路的，这才是长安街。奔月计划开始。上了长安街上。快了快了，马上就到长安街了。这这这这这，不是 Forbidden City 吗？在那边。唉，累死。这是长安街吧？是。啊，中间这是什么？建国门。二环才是建国门。那这还没到吗？底下这是二环。没看见彩虹桥呢。这个模型，这里的模型好糙啊。肯定的。模型有点糙。哦，在天安门广场喽！离开吧，最后不是坠机死的，是心脏透了，降华难度。在这儿降一下。你不好降，你会撞死的。撞死在建国门那个长安街实在是太那啥了，这儿车太多了，还有过街天桥。那左边是什么？大剧院。哦，鸟蛋，左边是鸟蛋。小心，小心。
哪儿呢？万源集团，我没看见。Temple。Temple of Heaven。天台。那月亮好亮。坐中轴线，沿着中轴线走就是。机场，南苑机场。晃的脑壳疼。来看看，哇塞，罗志宏同学，好久不见呀！最近忙的飞起，那一起起飞吧，一起跟着他飞呀飞呀飞。刚才我们差点撞，第一次撞到了那个大裤衩，然后刚才差点又撞了。南苑的。他打算在南苑机场停，主要这个飞机是挺晃的。刚才13859，他撞到他飞机撞到大裤衩了，然后刚才在大裤衩又穿了几次，差点又撞了，然后赶紧就跑到南苑机场。动作可以再猛一点，不要太猛。中轴线嘛。啊。主要是这个人吧，他容易那个就是较真儿，他想要。安全降落，可是好几次都是坠机了。就他说他就换飞机吧，他就换了一架飞机。小心小心小心啊，气流不稳啊，你老晃。风吹的。这会儿风大。没事，动作再猛一点。这都看的能看到跑道。啊，正前方，北京南苑 Airport。对，我看见那个哦，但是没看见跑道呢。酒驾，他说风大，不知道真的是不是风大。晃杆的时候揉就可以了。哎，看来罗志宏会开飞机哦。哎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偏离航向。我代表月亮。从北边往南边降落，绕的落地最重要。那如果真实情况的话，那你真的会跟人家起飞的飞机撞上吗？可以要求塔台净空。净空。净空不好到。你是玩战机的，所以。为什么这儿这么黑啊？晚上了。晚上机场不是也应该有小灯指示吗？两边都应该亮亮的。啊，没飞机。小心小心小心，姿态姿态，调整姿态。小心。啊！啊！竟然降下来了！降下来了，降下来了，降下来了。刹车刹车刹车。你要找机场呀、啊？已经找到了南苑机场。降下来吧，降下来吧。哎，人家罗志宏同学，人家是玩战机的。哎，罗志宏同学，这个是微软的那个新的那个游戏，2020。开灯。没灯了。实时天气关了，它是不是？亮。哎，这就是万里无云啊！是不是可以调整时间？哦，可以调整时间。哦，可以拉，可以拉。啊！
哎呀，这么笨，你不用实时的就可以啊？哎，原来是这样。干好，嘛了？终于亮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今天可以了，胳膊快断了。哦，这个可以了，停了。好了。哎，鼠标怎么过不来呀、啊？